Hello，怎么又是我第一个？等一下，大家每次都说我要怼脸，我今天特地为大家戴上了隐形眼镜，就为了不怼脸，离你们远一点，我看得到弹幕了现在。我今天自己化的妆，谢谢大家夸我漂亮，开玩笑，今天花了一个小时呢。他们怎么这么慢？挺好的，我刚好可以先跟大家唠唠嗑。好了，可以了，不用再夸我漂亮了，瘦。呀，大凡来了，我忘记我们怎么，哎，我。我该怎么把我的脸弄出来？下面那个就是无限循环那个符号。哦哦哦，看到了，看到了。嗨，Hello，哎，你哎，今天你瘦了？我瘦了吗？我感觉你瘦了，我瘦了吗？你瘦你怎了，么犹豫了？你居然犹豫了！我没瘦，我回家胖了6斤呢，差不多。我瘦了，你瘦了吗？我瘦了，我打你！哎，我是不是不太能进来呀？我方便进来吗？你方便方便，请方进。便方便方便，来，方便你方第便。一位，请进。行，我怕我不太那个打扰你们聊天。我跟你讲，我今天要收敛。我先跟大家说，我今天要很收敛。为什么呢？啊，我怕被骂。我来啦，嗨！但没有你会想嗨，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哟，墨汁今天化妆了，化真妆美。对啊，今天化妆被你了，发现了，了解是你不不？是？了解你不？这，我今天不仅化妆了，我还戴了个隐形，因为每次都被说怼脸。然后我今天戴了个隐形，看得清你们了。我要哎，离王远旭点。东来了，王旭东来了。打开视频，大凡今天发型抓得不错嗨，啊！Hello，这宽我宽，自己弄的，可以，帅气，宽宽终于赶上了啊！赶上的话堵死我了，终于赶上了，跑上来的我，哎，这谁？你们这在化你妆了？看看，大家对你的了解。我们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等一下那个元帅，然后还有。哦，庄家凯，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个黎真就是我们的汤林，他因为在国外嘛，他这边不好申请，所以看看他一会儿能不能解决完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他就上来跟大家一起聊天；解决不了，可能今天他可能就上不来了。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国外不能申请？国外那个 IP 有限制，应该。对，我以前有一次也在国外要开播，然后就播不了，对，有限区制。有限制。哎，都来了，都来了！怎么王旭东为什么不把视频打开呀？就美颜没调好在吗？调美颜呢，对，对在啊，这个样子啊。美颜没调好。哎呦，这 Hello，Hello，是个什么？这我这为什么有个月亮啊？好漂亮啊，这个月亮。哎，你们哪也里有有月啊？亮？我怎么还有一个什么66什么那个东西。那是送大家喜欢我们给我们送的礼物。王旭东，你这个美颜还没有调好啊？王旭东偶像包袱也太重了吧？怎么还没调好？王旭东可能在补妆。哎，他怎么连声音都没有？王旭东，等你喽！天哪，墨汁，这是我认识的墨汁吗？我天哪！干什么我还不能化个妆了，烦死了！超美，超美，这跟上次直播真的感觉就不是两个人啊！我天。
很美很美。对不起，我以后都天天回。哎，你们都回北京了吗？都回来了吧？哎，你看他凹造型，我怎么没有屏幕了？哎，我说话听得到，我怎么没有？我怎么屏幕没了？没有没有，听不见。看得到你，看得到。那为什么我这边看不到？为什么王旭东在表演哑剧？哎，王旭东，你声音调好了吗？王旭东，你声音调好了吗？王旭东，你调一下你的声音。他是认真的还是假的呀？我看不出来。我觉得他是认真的，他干得出这种事儿。啊？怎么回事啊？那你调一下，我哎，等王旭东调，快点调好，然后我要邀请导演了。我今天又是一整个大 Q 流程，好吧？辛苦了主持人，一整个累靠你了。我今天不敢大讲话，我今天那个制片人先上来跟我说，我们现在都已经那个有包袱了，所以大家都要冷静。我就说我，你确实蛮不冷静的。对，今天让我冷静，能调好了吗？他走了，他说他要先走一下，调整一下。然后他的意思是，明白了，他先走。调整一下是不是这意思？好那你先退出的意思呗。他应该在疯狂敲键盘，然后让一下那个月心姐在群里，让月心姐那个什么调整一下，重新拉你。等一下我给他发信息。李世凡唱歌暖暖场吧。对。我觉得可以，可以。 来吧，热烈欢迎李世凡。喂，怎么就到我了呢？那个小任性，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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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我自己直播的时候，然后那个问你们来，你们也没空啊，哎呀，我就自己强忍着，对吧？你们也是吧？你叫我来了吗？你没叫我来呀？你也没叫我呀？你没有问过我呀？你们俩我根本不敢问，对不对？你也没问我呀？你想营造都不敢问。然后我反正重点是在于什么，他们告诉我唱小任性。好我说小任性是什么。我们的主题曲。然后我才知道，就是说这么我放了一下这个歌曲嘛，我说这么甜的歌你觉得庄家改配吗？配，你是最甜的。啊，我跟大洋配吗？配这个小甜蜜啊，我天。来吧， 我们的凯哥。那我稍等，我放个 BGM。 好，正好你唱一首歌的时间，然后我们等一下那个王旭东他要重新上下线。哎，但我们明天是不是要见面了？好开心啊。啊，这个是可以说的吗？这个是可以说的吗？这个不能说吗？因为我不能再 Q 一些别的了，我怕被骂，所以我现在只能 Q 一些自己有的没的。明天你们会夸我瘦了。真的吗？瘦很多吗？真的瘦了，虽然你们上来了没有一个夸我，但是你们那就证明没有瘦。不不不，是真的美到不认识。对，但是你美了，那是因为我化妆。那就对了，宝贝，美就够了。好了吗？看得出来，宽宽，我感觉咱们俩应该是听得见吗？是准备可以。累昏。终于听得见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是下楼跑了一圈，然后又上来了吗？我你是下楼跑了一圈又上来了吗？不是，我不知道我手机怎么了，突然间它就没有声音了。刚刚急死我了，我满身大汗。吓唬。满身大汗。啊！这是郭德纲的一个相声的梗，满身大汗。哇，你好有梗，我内心都笑疯了，你这个梗。好，那我们稍微一等，让凯哥稍微一等，那个唱小任性好不好？一会儿给凯哥时间表演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先邀请我们的导演先一起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跟大家一起拜个年，因为毕竟我们还在正月十五一里嘛，好不好？我们先邀请导演好不好？欢迎我们的导演，欢迎我们的导演，我们导演会在我们的那个官方账号里，会不会欢迎三分钟？导演还没进来。是吧？导演是不是做头发了？啊！导演是不是弄头发了？弄头发化妆了？哇！Hello！ 你们戴帽子，导演。你们孙姐的发型要看一看给我们。不是一言难尽。孙姐的发型，
我本来觉得今天我应该做一个好一点的造型，对不对？所以昨天去剪了个头发，剪完之后，我的 Tony 老师对于这个长度的理解啊，我说修一点一点，然后把我头给基本上修到半年前了，所以就戴个帽子。想看？我会。那导演依然帅气，导演你是不是已经到北京了？对对对对对，我刚刚到北京。太好了太好了，明天见导演。哦、好的。什么明天见？那这样子，我们先让导演跟我们大家一起拜个年，打个招呼，好不好？然后我们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直播正式开始喽。来，首先有请导演。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喜欢我们对我而言危险的他。祝大家心想事成啊。哎，真真姐来了，真真姐来了。哦，真真姐搞定了吗？牛啊！哎，掉了。哎，掉了。那我们继续吧，继续吧。来，墨汁。Hello， 大家好，我是墨汁，你们的曼宁。然后祝大家实在一点的，新年发大财。好，太好了。来，我们的大凡。Hello， 大家好，我是樊志新，我是严总啊。然后新的一年，祝大家，祝大家什么呢？祝大家突飞猛进啊，然后嘎嘎冲啊，冲起来！ Yeah！ 嘎嘎冲还行。嘎嘎冲耶！ Yeah！ 来，我们的宽宽。Hello， 大家好，我是常哲宽，在剧中饰演的是林木帆。然后在这里祝大家兔年大吉，心想事成。耶、yeah！该我啦。来，接下来有请李欣然。啊，有请我。Q 你一下啊。自己 Q 自己。爱你啊，爱你。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欣然，我在剧中饰演笨蛋闺蜜饶美娜啊。然后在这里呢，祝大家兔年大吉 ，too healthy， too sweet， too happy， to be number one。哇哦！你这样显得我们好没有文化，太洋气了，不是？怎么这么有文化？那是。就显摆你会英语。没少拜年在家、啊，欢迎东东阿东。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旭东，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黑客小子方喜。然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黑客小子还行。因为那天真真姐不是说了一个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小妞，我突然就觉得自己、就是。啊，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可以开开心心，然后可以健健康康，可以。快快乐乐、啊，反正最平凡才是最真嘛。嗯，对，全部都是 A B B B 型。好，谢谢。来，小秋，小秋。Hello， 大家好，我是邱鼎杰，在剧中饰演前五集没有台词的高冷小子元帅。然后，小子联盟。那个，祝大家新的一年突飞猛进，然后暴富，多吃甜食。耶、yeah ！多吃甜食可不行啊！哎，来欢迎我们凯子哥，凯子哥，大家好，我是在剧中饰演大表弟的庄家凯的，嗯，李志凡。哎，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呢，祝大家在兔年呢，首先要健健康康的，因为这个身体呢才是革命的本钱，对吧？然后呢，在赚钱的同时呢，也要照顾好身边的家人朋友。祝你们都可以遇到像樊志新这样的男朋友，耶！等一下，怎么了？不能遇到像我这样的女朋友吗？怎么了？哎，如果是男性观众，你也可以拥有。我要怎么了？我也不好吗？真的是话少有错吗？引起公愤了是吗？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不，主要就是不要遇到像张丹凯一样的男朋友就好了，其他人都可以拥有。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张丹凯还是很好的，搞事业的他是。好，那我正好我们今天请导演来嘛，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过年期间，虽然有的人已经要上学了，有的人已经要上班了，但是我们过年期间呢还是发生了很多趣事。那我们这次是我们过年之后的第一次合体直播嘛，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过年间发生的趣事啊，或者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有没有？那我先说吧，好不好？我觉得我过年的期间我觉得最开心和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们危险播了，然后在这个过年期间呢，收获到了很多的很多的善意，然后也有很多对于我们这个戏的一些很真诚的小伙伴们深挖我们这个戏的一些细节，包括对我们每个演员的喜欢，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然后我最近最大的快乐呢，就是看到了每个人
以前的样子，考古到了我们每个人。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什么 CP 名啊，什么什么甜在心里啊，默契非凡啊，什么管得真宽啊，想得美啊，再加上我们的小秋和那个我们的知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这就是我近期的快乐，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再分享一下。导演分享一下吧，导演。哎，等一下，我举手，导演，珍珍姐说让你拉他进群，啊、拉他进，嗯，好的，已经拉了，拉了，好了哈，来了，珍姐，你打开你的麦和你的视频，这美颜得调一会儿，好，那我们导演先分享一下吧，好，导演先分享，哎，来了，哦，来了，他是在外面吗？天天这么亮，静音的，人在冷顿。居然上了，Hello， 珍珍姐，珍珍姐你在室外是不是？他在游客区吗？他在伦敦，他感觉有延迟。珍珍姐，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感觉他听不到你说话。我马上，我戴上耳机。珍珍姐，你是在拍 MV 吗？好了，我戴上耳机。珍珍姐，这个妆化的很千金的感觉，一整个去伦敦过千金与富豪的日子了。一整个已经没有任何形象管理了，只要为了能跟你们连上线，我什么都。哦，我说导演，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过年期间大家发生趣事、哦。趣事，我觉得啊、这个我可能是我、长这么大。最开心的一个年了，因为我们的危险播出来了，而且受到了观众，我前所未有的一种喜欢。我自己在我的社交媒体上面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而且包括我的私信啊，就全基本上几万条，都是我真的是看不过来。有的时候不是我不给大家回啊，我是真的看不过来。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一方面呢，我是去看大家去看我们剧的时候发了很多弹幕嘛，从一开始我今天非常忐忑，到大家。开始逐渐感受到好像好像大家有点喜欢我们这个剧啊，然后再到给大家很多的粉丝他们去做一些二创啊，给大家去混解啊，还有一些话题的发酵，包括我们自来水就帮我们去顶到了那个热搜吧，很开心啊。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我们真诚的去做剧，然后我们所有的演员所有的工作人员特别真心的去对待大家，然后大家回馈给我们的也是一个真心嘛，所以就蛮开心的，真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整个假期的话，只能说我不说嘛，给大家跪一个吧，对吧？但我在这跪不了，我给大家跪一个啊，谢谢大家，真的特别感谢。谢谢导演，有一个这么棒的作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感谢导演。来，我们的墨汁吧，珍珍姐，稍等，等到你的时候，你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然后你那个声音稍稍有点大，你稍小一点，我怕其他人讲话听不见。我现在这边都是珍珍姐的接警的声音，车水马龙的珍珍姐。对，珍珍姐，要不然把你的声音稍微调的小一点。好，来，墨汁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好了吗？还是有一点点大，还是有一点点大。好，来，墨汁，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来吧。因为我觉得危险播得很好，受到了大家这么多人的喜爱，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很过年都很开心的一个东西，所以就不赘述了。因为前面导演跟新人都已经说过了，我自己过年老开心了，全家人一起跟着一起看我的戏，看我跟大凡的吻戏，好开心。无语，关键我侄子又多，我每天又在带孩子，我每天孩子都黏在我身上，不知道为啥，然后天天在那儿跟着我一起看，趴在我身上看，我当时都想蒙我小孩的眼睛。他有个问题，侄子喜欢看，就是觉得这个侄子觉得这个严总帅气吗？没有，等一下呗。侄女儿爱看。等一下呗，就我这边完全听不到你们在聊什么了。珍珍姐那边的那个车，我在摁着。对，我的耳机里面也有点杂音。是我的声音卡吗？对，不是你的卡，是你的那个，你的声音正好，但是你旁边的车水马龙声音有点大。你环境音太大了，你的氛围感太厉害了。
姐，你这样子，你握着你的麦。好的，那我先。你这样子，你先把你的那个声音关掉，你的语音的那个关掉，然后等到你。哎，好了，关了，嗯。哦，好。好了，哎，问题还没问，侄女觉得严总怎么样？侄女在我身边，她敢夸别人吗？她只能夸我。你开玩笑呢？那不一样吗？在旁边夸别人，想啥呢？那也得夸一夸大凡呀、啊。那没有。对，我们生气了。哎，不好意思啊，珍珍姐，你把你的那个语音先关掉，等到你说话的时候你再打开，好不好？好 OK 好了，来，世界安静了、oh, 哇一下安静了。哎，我没戴耳机，我其实觉得还好，因为我没戴耳机、oh. 它那个吵度我 OK。 对，但是其他人讲话可能那个听不见了，在直播间里其他人讲话听不见。对，感觉大家就是对刚刚都没听清楚到底要夸谁。对，粉丝们好像也他们那边好像也是就是很多杂音，应该很多杂音。观众们啊，墨汁表达完了吗？墨汁表达完了。好，来欢迎我们的严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快乐。严总回东北的快乐就是能跟爸妈一起看剧。然后我们家那个我们家人特别多，有我爸我妈，然后我哥我嫂子，还有我老姑。然后就是大家坐一排，在沙发上坐一排，然后看那个对我而言危险的他，我就在那儿看着手机，然后没事瞟两眼，然后到吻戏的时候就非常的尴尬。那上的话人不算多的，我有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姑姑二姑，然后我幺妈，你想一想你们两个人亲戚都这么多吗？哇，怎么这么那你们这个以后见父母可太麻烦了。你们这个得包个酒店吧。对，我初一到十五全在走亲戚。我先说一下制片人导演啊，这些都不是我 Q 的啊，这些都不是我 Q 的啊，跟我没关系啊。没有，我带头磕，我带头磕。啊，太好了，有导演给我做保护伞了。然后就是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去拍了一部戏，然后能跟家里人一起看，我觉得对我来说挺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我觉得啊。耶、yeah.。那你的家人就是爸爸妈妈看你们的吻戏就是有什么感触呢？觉得孩子长大了还是觉得就是我哥说了一句小子你挺会呀。确实。所以没有，就是我非常的无地自容，非常的尴尬。不是你们没有听到墨汁刚才说了一句确实。不是呀，网友的评价呀，观众的评价呀。我发现我在关键时刻耳朵还是挺好使的，非常非常好使，就是确实很会。你不是出名，确实很重要。空耳，但关键时刻不空。对，很好，很开心。来，我们宽宽也分享一下吧。宽宽过年的趣事就是放了个炮和花，但是自己不记得。什么？啊，对，完全不记得。放炮放花，但我自己完全不记得。但也谢谢我哥给我买的炮和花。哦，好。好，来，那我们的来喝水的阿东，你先来吧。我说完了。他第一个说的。哦，对不起。我的你的心思在哪里？真的是。我的就是考古了大家，很开心。来啊，我的趣事就是，这是我拍了这些戏以来第一个在春节上的一部戏，然后也接受到了很多大家对我们的反馈，大家很喜欢。于是我在家中异常的繁忙，就是我给自己 P 照片，给自己修，给那自己剪视频。然后我妈妈就是因为往年都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啊，或者打游戏啊，就比较休息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今年我就真的是一直在忙，然后我爸妈给我讲话都听不太到。然后我妈说：“你是真的还是演的？”是说什么还是真的还是演的呀？就是忙，工作忙。我说我妈说第一次见你新年这么忙。然后也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体验吧，我觉得。你跟妈妈说你跟饶美娜发消息。我妈妈都说了，你俩不是二搭了吗？我俩在相互介绍工作呢，是不是导演？你们叫那个饶美娜跟方想，不叫想得美吗？是吧 ？CP 名。嗯。然后我都知道，还有管得真宽，是不是？
管真宽然后疯狂营业，怎么回事啊？管真宽，然后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戏播的还不错嘛，相比较而言，然后我就给我的所有的朋友，所有的那个就是什么高中同学、初中同学、艺考同学，我说去看这个男主。是一个腹黑的什么什么，看着我演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好看，你们快去看，就给自己的朋友们全就安利。哎，但是我要说一个，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不记得了，然后我上海的朋友在上海的静吧里面跟朋友聚会，但是那个静吧在投屏放我们的剧。哎，我朋友不会跟你朋友在一起吧？我朋友给我发了，是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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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吗？是一个女生。哦，不是，我是一个男生。啊，那我那是个女生。快点，严总，严总，他怎么可能有男性朋友啊？严总，你怎么能没有看住呢？怎么能让他有男性朋友啊？哎呀，这不是很正常吗？对吧？哥，我忍不了，还能男性朋友发消息，忍不了。手机已经给他炸了。炸，扔了，重买一个，重新办号。卡掰了，卡掰了。我插一句，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很多我们的粉丝，就是为了就我们的战歌，他们做了很多的二创，包括钢琴啊，包括舞蹈啊。哦，钢琴曲我有听，好好听。还有唱歌，边弹边跳什么的都好厉害。是的，是的，还有漫画，是不是？对，然后还有混剪，漫画画的也很好。对，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啊？就那个特别可爱的那个漫画是吧？你只关注你自己。没有，我的 IP 里面99家点开全都是搞笑的。其实你们都全是。我跟你说，只要粉丝艾特我们，我们基本上都会去看。对，都会去看。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因为忙嘛，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会回嘛，因为艾特我们人太多了。但是只要是观众他们认真去做的话，我们一定会用心能感受到的。你看，比如说你们画画，你们跳舞，你看我们都看到，对不对？对。包括你平时艾特我们考古的那些视频我们都有看到，只是有的时候不敢在上面回复，但是大家都有看到，而且私底下都会聊的。对，我们私下都会谈谈什么的，这都哎能拉丝，主要是对。好，来，还有墨汁唱那个什么夏天夏天悄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他是好多啊。还有一个什么来着，严总，你没有看到你在这跳舞吗？这个你跳的也不错。哇，你们俩夫妻真是多才多艺呢。嗯也不差，不像我们只会搞笑。对啊，不像那两个那个什么管的真宽只会开视频。快快到谁了，到谁了，到谁了，来到小秋了。我过年我跟那个欣然一样，我也是就是考古，因为我一个人在北京嘛，然后大家都回去了，然后就是每天快乐源泉就是考古，然后那种各种的老照片，杀马特啊那些。所以我问你啊，你发微博了吗？今天吗？不是，发抖音了吗？在那个好像是不过省拍的太好了。对，行，催他营业啊，催小秋营业啊，要催小秋营业。没有，上次我们不是在我家直播完嘛，他说他明天第二天就会发 WB 和抖音，结果过去了很久了，也没一条也没发，反正是。行。没事没事，催小秋营业，明天会催他的。小秋忙着健身的吧？一健身8个小时。好好，来，我们欢迎我们凯子哥，凯子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个名叫的那么的？像是骂的。对，我也刚刚说的，凯子哥。他已经这么叫我很久了，我也没有及时的制止他。身为东北人，你这么叫你自己觉得真的好吗？但是我们不是都这么叫你吗？这个是汤林起的头，这个要说啊，然后。话题回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我会有点尴尬啊，因为我在剧中扮演这个人物呢，毕竟不像你们是一个 team 的。然后我的小外甥呢，很有意思的细节，他说看了半天，没知道舅舅你哪个是你啊？因为他觉得我的本人跟那个剧中的庄家凯他不是一个人，所以说他觉得那个不是我。那我觉得还算蛮成功的嘛。这样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塑造嘛。然后趣事啊，我就分享网上一个趣事，因为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就是有个粉丝说就磕了一个非常奇怪的 CP， 就是樊志新跟李墨芝的名字，哇好美啊，诶李志凡你的名字怎么这么像他们的结合
合体。哎，我当时我是看了这个我就笑翻了，我说我的名字我招谁惹谁了，是我们仨比较有缘吧，是吧？哎，好像是，你真是，对，我原来没有发现，哎，还真的是。那当时说的时候说，哦，啊，那是我是他们的爱情的结晶。哇，哎，咱俩很巧哎，我是爱情保安，你是爱情结晶。绝了，绝了，我是爱情车夫，我是他的大舅哥、小舅哥、表弟。哎，这个蛮好笑的。好，来，那个珍珍姐，你可以把你的麦打开了，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拜个年吧，然后你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趣事。你把你的麦没打开。你麦打开，麦没有打开，没打开。你点击一下，好了好了。哦，哎，好了好了。好好好，有没有很卡？有没有声音啊？有没有很，那个，有声音不卡？有声音，啊，有声音。Hello， 大家好。Hello， 终于上来了，我急死了，急死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因为我今天一直在那个申请海外版可以抖音，然后我很怕一会儿卡了。首先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剧，然后我给你们都带了礼物，这次不管多重我都会自己扛回来的。然后我觉得怎么大凡你瘦了这么多，跟墨汁好有夫妻相你们两个。然后挺想你们的。我也不知道说啥了，给大家拜个年吧，拜年拜年，给大家拜个年。然后过年的时候我整个家里面全部都是，这是我爸爸我妈妈的手机还有我家里的电视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剧，然后呢而且经常吻戏巨多，每次一跳到墨汁和大凡的那个吻戏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感觉我都觉得有点害羞你知道吗，我家里人看了都说，哎，你们这个男女主怎么这个亲嘴是真亲吗？我说当然是真的。然后他们说，哦，你们拍戏都是真亲啊？我说那不一定，别人可能是假的，但是我们剧组都是很就是很真的很实打实的，很真实的，就要来真的，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马上回来了，就是今天这个直播真的条件实在是太有限了，我真的急死了。我给你们大家都带了礼物。好的好的，谢谢珍珍姐，谢谢珍珍姐，好的姐，好好，感谢珍珍姐，谢谢珍珍姐，不愧是汤明老师啊，老师果然有点东西。柯林老师，如果你一会儿说话，有点才你可以把麦打开；你要不说话，你可以把麦闭上，因为你的那个还是有一点噪音啊。好的，好的，你说话，好的，好的，你可以打开啊。嗯，汤总就是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好，是的，不愧是汤家千金，啊，感受到了，给自己立人设，汤大千金。然后导演，其实我们这次呢，我们直播呢，这次很开心，导演可以跟我们一起。然后呢我们也想集体，我问一个我们大家集体一直很想问的问题吧。导演，我们有没有第二季啊？导演，我们有没有第二季？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然后有很多的就是评论也好，私信也好，包括现在弹幕上面有很多第二季嘛。然后那天其实我有跟我们的编剧老师然后去认真的去聊过这个问题。然后因为编剧写剧本嘛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一定是先想好一个我们认为可以去让观众喜欢的故事啊，然后我们再会公布出来，对吧？好，啊，对，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不对？保持一下神秘。可以先，因为这个是台北上没有的内容，突然间 Q 导演有点紧张，因为毕竟导演也说了也不是。没有，就是弹幕上面大家想看我们第二季吗？想的话想不想看？我们要看到想看打想看满屏的一满屏的一。哎，但是我们自己个人啊，我们大家可以说一下我们个人的期待。我们个人导演我们个人都是很期待我们可以全员二搭，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每个人关系都这么好，能通过一个戏然后把我们大家每个人关系处得这么好，能认真演一部戏，然后现在这个作品呈现的这个效果也是这么好，就是我们自己个人也是很想要，
全员二搭。是的，是的。谢谢各位领导们、各个导演、导演们、编剧姐姐们，都看看我们，都看看我们的戏，让我们一音热度再高一高，然后我们可以全员二搭，好不好？好的，我会跟编剧老师的话，我们会好好的去做一个准备啊。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准备好了之后，我们会跟大家去说的啊。对，第一时间就会跟大家分享。对对对对对对对。耶、yeah, ，好的。第一时间先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会分享给大家。你们到时候大家是的，起码档期会留给我们吧。当然必须都聊到这儿了，你看其实还不留都不敢答应了。我今年只等这个戏。等一下，严总先回答一下。严总，这个戏没你不看了。没问题啊。哎呦，心虚了有点。我们都今年只等这个戏，你呢？我今年我等导演。我们太好了，太好了，很开心，很开心。然后我们在那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戏，比如说我们戏中间有很多精彩的一些桥段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高光时刻。导演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你在剧中你认为的戏中不可缺少、最不能删掉的戏，因为我们素材肯定拍了很多嘛。那你认为我们戏中最不能删掉的哪个戏和哪个桥段，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导演，我说实话，咱们这个台本说跟大家分享什么年夜饭，我觉得这都没啥意思啊，这没什么可对，没什么可分享的，咱就自己来吧，行吗？对，好的。我觉得就是整个剧，因为每个镜头嘛，我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至于说哪一场戏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我觉得太多了，每一集里面都会有很多很多，就让我印象就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镜头和场，还有一些场次。我肯定是都不舍得删，因为其实我们前期的时候，包括大家说，哎，这个会不会看不清啊，尺度的问题啊，我其实是还有很多素材的，但是呢，迫于一些，对，因为迫于一些，那你要发出来呀，大家都懂的一些原因，我们得先给它哎剪掉。嗯，是，但是我每场戏对我来说，就包括我们所有的演员，对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缺少某一场戏的话，他可能后面的戏他可能就没有到达那个氛围。哦，对对，我们素材拍的还是很多的。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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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的。大家说什么吻戏啊？那个，跟他分享一个趣事吧，就是大家还记得那个，那是多少集来着？我们快杀青那天，二十二集、二十三集。最后你说我们杀青那天吗？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16集、17集吧，18、19了。不是，小黑屋。对，小黑屋，小黑屋不是最后，那是小木屋，那是小木屋，为什么是小黑屋？对，小木屋不是最后，最后是庄家，对对对，庄家花房，最后是，是是，我们是在那个海边那个秘密基地那个地方嘛，还记得？对对对，啊，小木屋，对，那天晚上我们其实拍摄非常非常晚了啊，对吧？那天我记得应该是拍到快2点3点了吧？对，然后我们正好。最后一场戏我们拍的是那个啊那个戏啊，对，然后当时所有人都在后面翻译一下。对对对，然后所有人都在后面，其实我们还没有放开着去拍，然后怕一旦放开了拍之后的话，怕收不回来了啊。这个收不回来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还可以拍很多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可以过审的那种啊，尺度比较啊那样的啊，那样都是给大家看。但是那后期的话，导演这样，没人听得懂导演。我怕我在那个这个不过审的边缘来回试探，你知道吧？对，导演当时拍的时候都说硬了，可以了，那个再拍不过审了，就导演。对对对对对对，拍摄的时候就说完了，可能会不过审了。然后，但其实现场的尺度会比我们放出来的要更大、更刺激，对不对？就你懂的吗？大家也都懂啊，大家都懂啊。对对对，因为他们很专业，我们放出来的只是大家都沉浸在那个，都沉浸。反正我们都在旁边看过了，确实挺不错的。但是，哎，你没在旁边啊？你在旁边？我哪次不在我旁边？他们就沉浸在那个角色里面，所以就那种真情实感的时候，对对对，我觉得就是特别好啊。然后，至于大家也说了一些说想看更清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怕不过审嘛，你懂的啊。对，就那样去处理了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我们大家也都懂得。然后也播出来的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但已经都是精华了。导演能把我们这些都浓缩成精华，然后播给大家看。
那墨汁呢？墨汁有没有我们戏中你觉得最就是对于你来说意义重大的那一场戏？嗯，也不是意义重大吧，我觉得曼宁对我而言，我觉得他最印象深刻的那一刻就是他说他要保护你，保护严星城的那一刻。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能说这个话的时候，她其实蛮勇敢的，然后会是一个这个人物立起来的一个节点吧，所以会让我比较印象深刻一点。嗯，明白明白。但是沈曼宁我觉得是一个很勇敢，我觉得沈曼宁的内心的性格和墨汁有点像，就是他很坚韧，然后又很勇敢。我觉得就是像他本人看起来温温柔弱弱弱的，是很温柔，但他内心非常就是很温柔嘛，但他内心是非常强大的。我觉得导演把就是沈曼宁内心特别强大的那一面就是播出来让大家看，你到看到一个这么强大的女主和一个这么强大的男主，就强强联合这种势均力敌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我们当下每个人的爱情都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戏之所以大家能喜欢，也是因为我们让大家看到了我们不是一个男强女弱，我们是一个势均力敌的爱情，我们每个人的人设都很棒。我觉得沈曼宁最好的一点就是她不会扭扭捏捏的，有什么呢就直接说什么，然后也不会自怨自疑自怜，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值得就是不止女生，我觉得是所有人，我觉得就是有话直说，然后勇敢面对一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品质，能做到，我觉得能做到了，对对，我觉得这一辈子人生的也就能过得很，也不能说通透吧，就能过得很值得，不枉来一趟。嗯，对对对，而且。而且我就接着墨汁的说吧，我觉得就是墨汁本人的性格，下面拍 MV。我觉得墨汁本人的性格跟那个沈曼宁，就是中期的时候就开始变勇敢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嗯，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然后还有呢，就是就说那个你说我要保护你那场戏的时候，其实。你站在车上面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其实也非常的感动。但是作为严星城来说呢，又是那种我觉得我自己能搞定的事情，我为什么还要再去求别人用别人啊？但是那一下真的有戳到啊，有戳到。嗯，哎，那我有个问题，你是哪一刻开始喜欢上他的？不是啊，我的意思是严星城是哪一刻开始喜欢沈曼宁的？没有多想、啊、我解释一下严星城好多个地方，唯独吧，你说在触到你的那一点呢？对，不是从唯独开始啊我觉得也是，吃饭的时候眼神都不一样了，可能从建组的时候就开始就是那个你唯独那个视频你哭了，然后墨汁拍拍你轻拍你的背那一刻的时候，哎，是不是情感的情柔软到你了，有导演好棒啊，导演我在线课堂嘛导演好棒啊哪一刻啊，戏中你想什么呢？我说戏中你别往外边想、啊、戏中刚才说了其实没有，就是其实在银星城的时候很多就除了前面就是从那个他说他保护我之后，我觉得他的那个情感是慢慢一点一点的在往上加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医院的时候，我和元帅我们两个去把老爷子找出来，然后他去那个去救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严星城感动的一个地方。嗯，那墨汁呢？严星城哪一刻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就是我就是爱他，我爱你，我爱你，就一说一万遍我爱你那一刻，那一刻吧，就是我昏迷了，有浓烟，昏迷了之后，他不是救了我出去，然后其实我演的时候也是起来了之后，不是我就跟他说那个想要跟他订婚那一刻，我说就是这个我的世界只有你了。对对对对，我觉得那场戏也我觉得那场戏挺有张力的，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推门，推完门之后，然后在那个拐角的那个地方。对。嗯啊，我还挺喜欢那里的。就是但是之前他给你做人工呼吸，是不是全剧你们俩第一场吻戏啊？
啊，那个是的呀，是剧本里的第一场，但拍了剧本里的第一场，但是拍的时候已经不是，就亲了好多遍了，那会儿不是第一场了吗？嗯，那你们两个第一场吻戏拍的是哪个？是哪个？就你俩，然后让我想想，你竟然忘了吗？你们吻戏竟然忘了吗？哦，在那个树下面，在树下面，对，在树下面，在树下面。你们两个分享一下，就是第一次合作，然后第一场吻戏拍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对，真的全程给我爸妈在看，没有关系，我爸妈也在看。欢迎那个墨汁，不是叔叔阿姨们都是过来人，这些东西也可以的，都懂，孩子都多大了？弟，第一次拍，你先说吧，大凡。啊、我先说，我觉得就是就是吻戏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没有，我觉得吻戏这个东西，就是你要保持好一个好的状态，然后争取就是一条两条，然后分镜头，这样一条两条过了就可以。我一般一条两条，快点过。一般一条两条，我不会让他们过的。对呀、啊，对，导演是一条两条不会让过的。对，就是吻戏的时候就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嘛。哎，那你们俩哪一场吻戏拍的次数最多呀？就是导演，你觉得就好多天怎么都不过，怎么都不过那种，好多条哪一场？可能导演也不是说不过，导演只是想看。对，导演只是想多看看。导演，我跟你说，导演啊，导演在看那个回放的时候，导演就是拿着对讲机，然后在这儿。在吃瓜，第一个课堂的人。哦，对，第一个课堂的人就是哦，再来一遍。没看过瘾。是，我比较喜欢柯马，然后也比较喜欢挑他们这种吻戏的这种这个角度也好啊，包括一些手法也好啊，对吧？然后包括他们如何。真的，这是什么虎狼之词？手法？我说的是手放的位置，手放的位置。哦，对，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啊？然后会把他们的一些优点给它展现出来啊。然后让又如何去避免掉那个？一方面就是这个度要掌握好嘛。如果稍微过一点的话，就会油腻嘛。然后掌握的就真正好的时候，大家也会有一种代入感哦，懂吧？代入感。对的。对，你就是爱看，你别说了，你就是爱看，是爱看。但是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不是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们导演虽然是一个就是直男，或者是一个男孩子啊、哦，但是导演有一颗少女心。就导演在拍这种小甜剧，就是对两个人可甜呐、啊，什么这种特别细，包括大家可能看到有很多是我们的人的眼睛的特写啊，手的特写啊，脚的特写、啊，那等等那种，就是为了烘托气氛。所以导演拍的特别细，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代入感，让我们每个人都想象成自己就是沈曼宁那种感觉。哎，沈曼宁走了？怎么害羞走了一个？害羞走了一个。反正每次导演都是，就比如我们也会自己看回放嘛。哎，这怎么还有声音的礼物啊？对，是旋转木马八音盒。嗯，谢谢大家啊。然后就是每次导演，每次导演就是看完了之后，就会非常，就是你看的时候，你感觉他的眼里带光，然后马上就转过来啊，好，再来一遍。来回轻换自如，就非常冷漠，你知道吗？对，来，那宽宽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场戏就是就是他们两个地下停车场，然后我到了之后，我整个就是你们最爱看的地下停车场所有的戏，我在现场过足了瘾。 VIP 观看位置。是的。那你自己呢？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呢？管得真宽，你自己有磕到吗？我自己还挺期待第二季管得真宽该如何发展的。我还希望多希望真真姐管管我，因为是不是真真姐私下也很爱管我。你可以自己开始写剧本了。对，那我先自己写一个，然后交给导演和编剧老师过过审。但是我要写，可能真的都无法过审。哎，他人呢？有说吗？他是不是掉线了？你这么关心他，你等一下，等一会儿不见没事的，你等一下。不是，你转头，这你转新婚，这不久，你转头问一下不就好了？哎，你人呢？在装傻，对呀、啊。哎，你人呢？哇，好棒啊！我们组导演，你也问一下。我问一下什么呀？你说，哎，你说你人呢？你人呢？导演，你不要背这个锅。
哎，你往上问，既然你往上问。哎，你人呢？哎呀，来了！哎，问走了。哎，怎么他掉了？怎么掉了呀？对，掉了。是不是问走了？没事，我们邀请。对，我们还是先继续说嘛。好好好，那我再继续说吧。就我个人，我是觉得一开始大家很多人就觉得磕我和元帅嘛，但是我觉得是我就是饶美娜的转折的一场戏，是因为我们私下也有跟导演聊过嘛。饶美娜转折一场戏是应该在楼梯间，然后呢，当元帅跟我说有一个人也在默默的看着我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方想出现了，我觉得是在饶美娜最需要。关心关怀和最需要爱的时候，方想能给予他陪伴，能给予他的关心，所以到最后大家说最后为什么是想的美组合在一起了，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女孩子最需要的那种安全感，方想在她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给她了足够的安全感，给她了足够的陪伴。对，所以我想说就是我们很多我们直播间的有些小姐妹啊，她不知道啊两个都要什么的，但我就是我的爱情观和价值观是我觉得两个人要平等，就像严星成和沈曼宁这样子，两个人要公平平等，两个人一起携手前进。还有一个就是当一个女孩子需要安全感的时候，另一个男孩子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带你一起前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爱情。所以我在戏中我特别对我每一段感情，就是这三段感情，就是我为什么大家都很磕的原因是我们不是那种什么真正的霸总和真正的小女孩的那种爱情，我们不是，我们是每一对都有自己值得共同前进和共同努力向上的，所以很值得大家去磕，我们自己也在磕，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很棒。我们给大家比个心，给大家比个心。好的，等会儿女主角都不在，等会儿再比。一会儿来了再比嘛。然后我觉得那场戏也是大家有可能看到有细节，就是元帅伸手想碰我没有碰到，但那时候导演就说要给一个元帅手的特写，因为不要显得元帅这个人非常的冷漠，但是是因为他自己有内心有自己，因为他是狼，他是带头陷阵的狼，然后呢就是狼王啊，冲锋陷阵的狼，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坚持，但我可能不是他的那份坚持。拉起人了，宝贝。你好，迪若，迪诺丽，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迪，下一季你来，你好，迪老师，Hello， 没时间吗？就可能能感觉到，就是我们的粉丝还很热情。哎，不是，等一下，谁？他应该是有延迟，有延迟。好，我们再邀请一下墨汁啊，我们再邀请一下墨汁，然后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跟大家就解释一下，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里的饶美娜的心路历程。好了，来欢迎我们的方想。啊，如果说让我很难以忘记的戏，其实和你的每一场戏我都难以忘记。哦啊，真的吗？没有，开玩笑啊，就是我最难以忘记的一场戏，其实是那场强吻的那场戏。虽然说站在道德和三观的角度上来讲是不太就是行的，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就是这个契机，有这个机缘巧合，我就是伤害到了饶美娜，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切的故事，包括慢慢喜欢上饶美娜，然后慢慢的发现帮饶美娜追元帅，这是一个就是万物之始，所以说如果没有这场戏的话，我觉得我们后面就不会发生这个故事。虽然说就是这个强吻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不要脸，但是就毕竟要有一个两个人关系的开始嘛。嗯，我觉得也我们这样的开始可能也和别人的可能比较浪漫的或者比较唯美的有反差感，这个是比较搞笑啊，比较就是突发的那种。我觉得而且特别难以忘记的是你那一巴掌，扇了你一个大嘴巴子。然后拍那场戏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二次合作了嘛，我就跟欣然讲，欣然说直接来真的了，我说直接删，然后结果就真的是一条就够了那一条。然后后来我去回你爸，我那个脸，我用自己用那个剪映慢动作，那个脸都是。然后王旭东有一点点还要说你真的删我，你竟然真打我，那种小委屈那种感觉。但是这是夫妻双双离开，删个三四遍。哎，夫妻双双离开是怎么回事啊？没有，他们应该是掉线了。什么？我刚在拉了。掉线。对，工作人员已经在拉了。导演，你说的带头磕呢？你解释什么？我肯定带头磕。这两人去哪儿了？真的是。林黛欣是吧？你看，一说就回来了。回来了。啊，没，我去问了一下，这他怎么没回来？
哦，你去旁边问一下，你去旁边房间问了一下，你去旁边房间问一下，你去旁边房间问了一下，你直接喊就好了嘛，那我帮你喊，我接啊，我去，去问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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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还没回来？怎么搞一下？急的不行，急的不行，一个人没有办法在这里。不是啊，就因为这不少了一个人吗？我们就陪你不够呗，就是，主要是少了这个人，等于少了全世界。哦，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比自己的命更重要。收到了。然后说一下这个方向，还有这个元帅，还有那个饶美娜他们三个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场戏在很后面，在我们拍花房的时候，然后就是元帅在旁边自己一个人站着，然后那个方向和饶美娜两个人十指相扣，我还有那张照片。我还特意给了那个手的一个特写，两个人手就是，哎呦，攥得死死的呀！哎呀，要这样我脸红了，严总。我再这样我就害羞的不行了哦。你说都对，我带头磕。说的都对。想转移话题，那你就失策了，转移不掉的。什么？又想他了？来，我们让小秋说两句吧。来，小秋。让我插一句，我觉得就是。大凡，你赶紧那个跟那个墨汁说，你私聊一下他，哦，对，你给他发个微信吧，因为我这边切不出去，我切出去手机炸了。好好，他切出去了。就是每一对都特别甜，我刚刚特别有个冲动，手撕想的美组合。什么？啊？他叫手撕想的美 CP。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哎，大凡走了，其实全剧我记得我看的唯一就是我在现场能看到的吻戏，就是你们俩。我看过唯一一场，就是我在现场，当时我就你们每拍完一条，因为不同角度，我就到小间去看，我在那儿就在那儿磕，强吻那场是不是？对对，然后刚刚旭东，哎，MC 走了，我回来。然后刚刚旭东在那说那个强吻那场戏，然后我就特别想说，网友千万别学啊，爱情的开始绝对不可以这样的，要进局子的。都说了，都说了，站在道德和站在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回来了，你可你这是不是没有人邀请你？我邀请你，然后你就进来了，这给邀请的我吗？我邀请的你啊。还是你靠谱，他们那天邀请我一点进来就是观众。对对，就是那个导演他们那个导演的那个可能是就是我们这个官斗嘛，然后就可能他那个需要操作一下，就没有人邀请你了。哇，这给你不知道，我先说一下，宝贝，你不知道你走的时候给大凡急的呀，可急坏了，满世界问墨汁去哪了。我刚看一眼群里，这就他一个人，急的不行。是。我去看一下，我想磕，我去看一眼电脑啊。好烦，特急，一整个天哪！哎，你们不会是真的吧？你在哪？我拉你吗？你没在啊？好，来，先放小秋继续，小秋一样。然后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当时受伤了，然后在公园的长椅上，然后美娜帮我包扎，吹的那一下，对，吹的那一下，其实吹的那一下。当时导演还 cue 我，就是当时那个状态，而当时就是可能有点小懵，然后导演那个点给到我了，说特别是吹的那一下，因为先是两个动作，第一个是帮我缠手啊，然后完了之后那一吹，我愣了一下，然后立马有个态度转变，就是直男的应激反应。其实在原剧里面的元帅那样是他的人设是那样冷冷的，但是其实后来就是现在剧播了，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心里也在骂自己，我说这太不识好歹了，真的。我说谁逮到遇到像欣然这像那个美娜这样的女孩，都应该是会就是会打开自己内心的，因为她是属于治愈系的那种。嗯，对对。哎，说到这个，待会儿的话你听我说，说到这个吹手啊，就是说，我刚想说，你说，就是、我总有种大事不妙的感觉。对。李墨汁这个号脉加这个吹手，就是有一股老中医那个味儿。我刚刚想说，因为导演，我当时和那个元帅在吹那个时候，我以为哇，我应该是全剧最甜的，我还给他吹手，然后抬眼拍各种慢镜头，我的眼神戏什么，我觉得哇，好甜，拍的好好。结果发现他俩也在吹手。
导演特别会吹手。导演给我亲自示范怎么吹，把我都温柔到了。哦，导演说一下啊，导演。我吹手吗？对，你的想法。吹手，我觉得是两个不同的感觉的。你看，就是元帅跟那个杨米娜，他们两个吹手，因为他是一个直男嘛，大直男。就像刚才他说的，他有应激反应，你要干嘛？他当你开始逐渐的去走进他内心之后，你真心实意的为他好，他也逐渐的就感受到了，所以他会觉得，原来你这说的特别对，哎，不知好歹，然后他们两个这个吹手呢是不一样的，对他们两个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吹手，但是这个呢，吹手我就觉得还好，我挺想问一个问题的，就是我拍了。就是你的金晨跟沈曼玲那么多的吻戏，一直很好奇，就你们印象中最深的吻戏是哪一场戏啊？他们两个，我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方想跟美娜在旁边偷看的时候的那个。啊，就是抢婚之后的那个。放烟花的那场。哦、对对，抢婚之后的那个。我是因为亲的时间长吧？不是，我是你知道吗？我有你们那场戏的那个花絮，就我在旁边有偷拍你们，你们没有发现我？而且现在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办公室的那场。哦，就抱起来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挺喜欢那个。搭在这里。哦，那个很欲，那个很欲。对对，就是那个秀姑，他抓秀姑，然后你的手上摆蜡烛，就很有氛围感。哦，哎，我还记得，哦，我还是印象特别深刻，记得就是那个镜头的前面放了红酒杯，然后拿手机打光，然后去找那个光，找那个氛围感。哦，对，果然记得很清楚。你是因为氛围感？对，导演很棒。那首戏演员组的反馈互动的比较好。导演来，我是会说的，你知道吗？我们说一下，芝凡也说一下吧。我觉得我就看你们填就好了，因为庄家凯没有填的戏份，所以你们说的时候我也接不上什么话。但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当然是看你们填的那一场，唯一看的你们那一场就是抢婚的那一场。所以我的表情呢，也那个就只能在那个契机变得甜了一点。其他没有填的机会，对。来，珍珍姐说一下。终于到我说话了，我可憋死了。你声音太大了，你说吧。终于到我说话了，他们俩太甜了，他们俩。我也震到了，不行了。我功放都震到了。他们俩太甜了，就是我在他们俩就是一个。狗粮就是被撒了狗粮的一个状态，电灯泡实锤，一个是抢婚，一个是就是我基本上的出现都会有他们两个，除了他们两个就是常哲宽，就是要么就是我哥，然后呢他们两个只要一出现，我就一看我就觉得每一场都很甜，然后而且就是不看幕后花絮不觉得，自己看一些幕后花絮就更觉得，就是有一些小动作呀，小拉丝儿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很甜很甜，不仅是戏里甜，而且戏外也很甜。而且我们拍海报那一天，你知道吗？你们两个就像戴这个耳机，一人一个，然后在那看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所有人就是自动避开你们，就是看着你们两个哦，请就是不打扰，就是所有人都在。对，所有人都在，但是就觉得你们的状态很甜很甜，我觉得就一整个不管是、那个时候他们在看一个什么电影，好像是就是一整个分不开他们两个，谁讲话一整个分不开，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做什么一起看剧这种事情了。对，是的，你就像我们是很对的，好。哎，是这样子吧，这样子，来，珍珍姐，你的声音还是有一点点大，你说完了吗，珍珍姐？说完了，我关麦。好的，感谢你。感觉好可怜，好可怜。对，感觉好可怜。他的环境音太大了，珍珍姐理解一下啊，珍珍姐理解一下。然后
然后那个导演，我们最后回答一下那个导演回答一下，因为我们那个主机还要有操作，所以导演回答一下导演那个有粉丝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戏中导演给揭秘嘛，我们戏中有敲玻璃的那个画面，那个是真的摩斯密码吗？让导演给大家揭秘一下好不好？你说什么？摩斯密码？就是他们俩在小木屋，我蒙了一下，因为今天给我拿看了个东西，开了个小差。除了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什么？看了什么东西？给大家一个悬念。好，对，然后因为有很多戏中有很多那个我们的一些你精心设计的东西，那就是一些小悬念嘛。然后呢，也是欢迎大家去解密啊，大家可以去讨论我们的戏，在弹幕上也可以讨论回复，或者在我们每个人主演的，包括导演的微博底下留言啊，我们看到都会给大家解密，好不好？然后我们这次感谢导演的陪伴，然后导演可能要先去休息了啊，导演先去休息了，因为啊，就是走了，因为导演别走啊，对啊，有事儿吗？你有事吗？没事，多待会儿呗。因为其实我觉得观众嘛，更多的是想看到我们优秀的演员们，知道吧？我在这个里面的话会破坏氛围啊，然后他们也很重要的。对啊，我们是作为幕后的人嘛，然后我也希望说把更多的时间是怎么是价钱就付到这个点儿，不是70+的价格。刚才。我刚才导演紧张了，不是，看来是价格只付到了这个点。快快，你看一眼情侣可以吗？导演开始眨眼了，导演。不是，没办法，制片人 Q 我了，让导演走。因为制片人钱不够了，对，就只能给导演付到现在。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我说一些，就这段时间的一个感想吧。就是说实话，我觉得我没想到我们的危险。就是能播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然后会有受到那么多的观众的喜欢，然后我最近的生物钟全倒掉了，你知道吗？因为每天干嘛呢？就看大家的评论，跟看大家的一些卡点视频啊、二创啊，太多了，你知道吗？我每天都3-4点睡觉，就是在看这个。开心吗，导演？对，非常非常开心，就是遇到这么多特别真诚的观众，然后我会觉得我有被治愈到，就是我们那么用心。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剧出来，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演员都被观众喜欢，就是我特别有成就感啊，然后我也特别希望说是未来的话，我们这些观众可以陪伴着我们的演员们，还有包括我们的主创团队，可以一直长久的走下去。我们呢也会去不忘初心的，然后会用更加真诚的作品去面对大家，好不好？然后你们导演这样吧，那导演这样吧，我们也希望导演可以永远陪着我们，好吗？耶，谢谢导演。导演，我们全员比个心吧。对对，我们全员给导演比个心。哎，我们两个想一块去了，王旭东。我要看你们两个想一块去有啥用？不得是 CP 那种比吗？啊，好。你们就这种比吗？他俩磕不到，哎，他俩碰不到。他们俩可以，我你们要 CP 比心吧？大凡。我们不能说，下面再比心，过来，怎么去接吻？你个烂头的！元帅，你靠过来点，咱俩不能输的。哎，我们能不能比一个那个大的心啊？就是那个样子。哎，可以。那个怎么比啊？那个要那个谁？是这样，是的。哎，我私心多一点，就是你比两个心吧，一个是 CP 之间比个心给我，第二个的话我们一起来。好，然后再比个大。我的 CP 太远了，导演。我跟谁？没有，你用视线看他，你这样看他，然后他这样。好好。我说不是，那个小秋还有那个李志凡他们两个，我跟凡哥，我俩。你跟凡哥比一个。好呀好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手法不大行。咱怎么比啊？哎，不让比。来三。二一耶，截屏，然后我们再比一个大心好不好？带上导演，我们比一个。来来来，我们比一个。那怎么办？我在中间这样。墨汁得是这样似的。墨汁得是这样吧？不是，墨汁得是这样。那个李之凡是这样，墨汁得是这样。啊，对，墨汁是开头。墨汁是开头。哎呀，我这好难。哎呀。然后在哪里？在这里吗？那你的手也这样。对对对。我是这样的。大的。对，要大的，导演，你离镜头近一点。好，
导演，你对你得近一点。哦，你要快张厚一点，你那个镜头太大了。快张了，快张了，快张了！导演，你离镜头近一点，导演。好，三二一，耶！耶！感谢大家支持，对我而言危险的他，谢谢大家。你们继续聊，你们继续聊。导演 ，see you tomorrow。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然后非常感谢，我给大家祝福。see you tomorrow。see you tomorrow。谢谢。谢谢。跪下了，跪下了。谢谢导演，谢谢导演，谢谢导演。爱你，导演，爱你，爱你，导演。导演辛苦了，辛苦辛苦，你们继续跟粉丝们多多聊聊，多多互动啊。好，好，多多互动。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那个真心话的游戏时间，真心话的游戏时间。然后呢，我们怎么都小屏了？哦，这谁的工位啊？这不乐享的谁的工位？不知道。对，不会是静姐的吧？是他，是他，是他，是他的吗？是他。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戏真的每个人都很熟悉，连工作人员大家都很熟，所以我们大家真的关系都很好。然后下一步呢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游戏时间，我们这是真心话的游戏时间。然后粉丝呢可以提问哦，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提问啊，一个人 问一个问题，然后底下粉丝呢也可以提问，如果有粉丝提问的问题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出来然后问我们的主创好不好。然后首先我们大家可以先问问墨汁吧，有没有就是问题想问？墨汁卡了，他卡了，他卡的还挺好看。哇，他这么美，我以为他在摆 pose， 完全没有看出来他卡了耶。他卡了，我以为摆 pose 的时候是我下面这位好吗？好了吗，墨汁？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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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卡了他。他应该是怎么一到真心话就开始卡了呢？不敢听，不敢说，一怕说不敢说真心，嗯。因为太真心怕说出来。对，不行，怕说出来。好巧，他怎么又掉了？干杯。他怎么又掉了？怎么回事？哎，不带我一个。没有，我在，但我好像卡住了。画面的问题吧。画面的问题，宝贝等你一下，没关系。那这样子吧。真心话必须要等李墨汁，必须他得待。对，真心话没有哈、啊、我们这一晚上啊长真热度减少了一半。谁喊我？你们刚刚没有发现大凡在喝水缓解自己的尴尬吗？不着急了，他可不尴尬，他一点都不尴尬。这习以为常，不尴尬，尴尬什么？真的是，这有什么可尴尬的？习以为常的事。对大凡来说，那个，我表弟还没唱歌呢。啊，那这样吧，来吧，那你现在等墨汁，你先来一首吧，就那个。MC 让我来救场是这意思吗？不是、啊、我们不是、啊、这样我们小任性一人接一句怎么样啊，我看行、啊、真不太行。不，大凡要不你俩来一下，然后我们你俩来一下吧、嗯、对，然后我们的结尾要给大家唱战歌，所以你现在可以这个时间你俩先来一下小任性。结尾要唱什么？没有说要唱战歌啊。要了制片人 cue 我了。准备好了吗大表哥？表哥我跟着你唱吧，我放伴奏啊。你稍等，你放稍等。我们在等墨汁的同时，先让大凡和之凡先唱一下《小任性》，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墨汁。我现在没有环境音了，我可以说话了。好。你唱哪个部分？大凡，你唱哪个部分？就这样的抱紧你。OK， 那我唱 rap 部分，你唱音乐部分，melody 部分，好吧？那个，你把原唱打开吧，就是我也可能忘记怎么唱了，我。OK。Yeah!可以听到吧？可以。我找一些词儿啊，我找一些词儿。你们俩反了。那我这个。就这样的亲吻你，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人情。啊哈！真流行。热情的秘籍，等，那个词儿快点，是不是要到 rap 了？ rapper。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琢磨不定，每笔旋律我都一代难有力。谁说又说的轻？爱情的魔力，忍不住就向你靠近。这经过双手彼此心连心，感觉奇妙，让人不可思议。这就是命中注定。
就这样的抱紧你，就这样的亲吻你，就这样的跟着的小任性。等一下，我这个词儿没跟上。可以可以，好听。情的秘籍，这意义就是我和你。哇，好听！哇，好听，好听，好听，开心，开心。哇，我们的墨汁还没有上来啊，墨汁。那你再去叫他一下吧，我再你再去喊一下吧，再去敲敲门，申请他，再去敲敲门，申请给他发一个。他现在是没有下去的，他应该就是手机卡了。那这样子吧，我们先他会不会是没话费了呀？那你赶紧交一下，那你快去给他交一下呀！交一下吧。哎呀，这么一看，嗯、好好头像也有点大，不是头像有点，其实哎，嗯，怎么回事啊？这两个人的头像，现在头像怎么还挺蛮有意思的啊？怎么回事啊？这两个人，可能明天私下要好好的审一下了。嗯，明天私下，宝贝们，明天我们要见面了，开心。明天就好好聊聊。你们都去吗？你们都去吗？在的都去啊。只有你在 London， 你在 London 英格兰的。那合照可以把我 P 上去吗？哦，休想，不能。合照把我 P 上去吧。可以这样吧，单求求你单发，单发一张你的，单发，我们先发我们的合照，再单发一张你的美照。不要不要，求求你们了，看在我给你们带礼物的份上。哎，感觉不对呢。我亲自操刀。哎，他们两个，你再谢谢大凡，你再连一下，你再连一下。我再邀请，再邀请一下，嗯，对，我再邀请了。你再邀请一下那个墨汁。然后一会儿下播之后，墨汁的那个墨汁的那个私信列表就是，不是在哪？合照把我 P 上去吧，求求你了。啊，我想他都这么卑微了，肯定要帮你的。我想说一个晚上了，小秋，你能去就是吸下油。我不知道为啥，因为我的这个额骨它有那个反光，就是我也没化妆，就是擦不掉。擦一下，拿擦一下。对，你拿那个拿纸擦一下。你这个胶原蛋白。哎，严总，还有十分钟我们播完了，你怎么现在才提醒啊？故意的。刚才能再忍个十分钟。哎，好多了，好多了。我陪一个，我陪一个，我也吸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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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今天的直播，我早上六点，这里六点我就起来了，我六点就起床了，我就在审核那个抖音的后台了。你们现在是七点，我们现在是十二。我们现在八点半了。哦，八点半了，我们现在十二点多，我早上六点就起来了，真的很不容易。哎，我连他了，他怎么还没来呀？急的不行，急死了。他抖音也下了。哎呀，你就让他跟你在一个画面里就好了，不用避讳。我说谁在这给我 P 一个是吗？对。你的小人心。那你继续唱吧，要唱完再得了。对，唱完得了。爱情的秘籍。这首歌真甜啊。甜吧，好听哦。哎，这首歌你有想到是你们哪场戏用的了这首歌吗？哎呦，我那个我们那个就是有很多那个剪辑，很多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完了，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花絮，不是 cut 片段，不是 demo， 嗯，demo 有个什么呀？哦，蒙太奇，嗨，差的有点太多，对，然后就是我给他穿鞋呀，给他擦口红啊。然后还有干什么？给他编头发，给他选衣服，然后用的这首歌。不止吧？我记得什么就是穿脱衣服、穿衣服抱在一起亲吻，好像也是这首。就是甜甜的，是这样的。哎，我们回应一下我们的粉丝评论吧，好不好？我们每个人找一张粉丝的评论，我们大家回应一下吧，趁这个时间。让大家一刷刷了一晚上那个评论了，我们看一看，多看看评论，我们可以。啊，我记得有人说那个说我身为公众人物，让我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辞言行，不要那个要让他们什么叫什么要把他们往民政局里带。把什么带？民政局。民政局里带。还用带吗？不是刚出来。对，结婚。
哦，对对对，我们这个剧好像在那个在国外还播的挺好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樊志新是国际影星。不，大家都是，大家都是。我们的国际影星是不是？对对，哎呀，你总这种捧杀很没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让你脸红心跳。咬手是真的咬吗？什么咬手？咬手哪一场咬手？哦，分手，分手，分手戏是真的咬吗？还好吧，就、没有很使劲啦，就大家都没有很使劲，演员都会有控制的。你像包括我有的时候很多掐他脖子啊，也会控制那个，对，他会要那个药是要控制的。对的对的。我的每一条动态下面都会有各种李墨之和樊志新的合照。我跟你讲，我也是，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我都不懂了，就是艾特我的，看你俩的，比艾特我本人的还多。对，是的，就是。我想说为什么没有人艾特我自己，都是看你俩走了，不要走了，他去找墨汁去了。啊，他好像来了，等一下啊，稍等一下，他让我拉他。你拉他，他的网怎么比我的还差。哎呀，我是不是他没有在线，我拉不了他呀。他得把那个抖音，刚刚我就是要把抖音全部滑掉，退出去啊！大退，墨汁，你整个大退，墨汁。要不你会显示一直在连，然后你把那个连自己连线那个取消掉。我根本找不到他，他先是把那个连线那个你先取消。哦，你要不能排队，你排队的话，你要是再排队的话，就是邀请不了你。我一整个冻死。然后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小朋友是要中考要高考，我们一起祝他们考试顺利，好不好？然后欢迎大家就是看完我们危险的他，然后好好去学习，祝你们考试顺利，祝大家金榜题名，逢考必过，祝大家鱼跃龙门。对，因为金榜题名，对，词儿真多呀，你们是真棒真棒，鱼跃龙门，对，就像鱼跃龙门，鱼跃龙门。是不是我还在抖音上刷到有直播那个鱼跃龙门的，就一直放在那哈，就拍他们，对。好。然后还有什么？我看看底下我们的留言，我们可以看一下。严太太。他们说什么？在大凡的听到了什么李墨汁的咳嗽声？哇哦！耳朵可真好使啊！就是那个，真的，你们那个花絮照，我给你拍的非常有氛围感，就是特别有感觉。啊，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它拉进来，好吧？啊。他怎么？但是我只有分享，但是我没有邀请这个功能。我已经邀请了，你们点一下。我告诉你们点这个邀请，就是他的这个空白一个。我也邀了，我也点了，我也邀了，对，点了，他没反应。我显示已邀请。不是主 IP 吧，我也显示他在线啊，我显示已邀请他们，是不是得就是导他们那边邀请啊？他们那边也，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好像也邀请不了。我邀了，邀不行吗？不行啊！你让他大退到那个，就是整个对退出去，整个刷划掉你。你重新开机关机就这样试一下啊？那不用开机关机，就把那个后台划掉就行。急了，大凡急了。意大利语，我想一下啊，我想一下 ，Doctor，Doctor，Doctor Tai， 什么 Doctor Tai？ 大凡，哎，叫一声严太太。严太太不在，一会儿再说。严太太是什么？严太太还没来呢。哦、哎呀，你们真的，严太太谁呀、啊？严太太还能有谁呀、啊？不是，他在说哦。我说为什么一针姐要说叫她严太太，我以为要叫她严太太。但是已邀请过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邀请了哈。不，你让她大退，对，只能点一下，你让她大退重进。啊，她已经退了，她已经显示不在线了。她说她已经关了无数次了，登不去了。大凡，我就想说，真心话这么吓人吗？我怎么这么亮啊？行，懂了，
挥斗。哎，大凡，大凡。啊。这什么东西？我是一个酒精过敏的帅哥。我是一个酒精过敏的帅 哥, 的帅哥，我的酒品爆炸，但是我不喝。只要稍微喝一点点，我就会死。那这个视频也没了，你们有吧？我有了，我发了。嗯，我的视频没了。我怎么这么亮？你现在是阿宝色。那这样子吧。我们大家继续吧，好不好？我们可以先 QQ 别人，稍微等一等墨汁，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问一问真心话吧，好不好？我们连那个大凡，我们稍微一等吧，等等那个谁墨汁上来再 Q 他。好，好呀，我们继续也可以。对，我们先继续吧，我们先继续，然后最后我们剩一个真心话的环节，好不好？然后我们先从一针开始吧，真真姐开始吧，好不好？我们倒序好的好的，倒序这样子上来，好的，刚好等最后。终于到我说话了。好，然后每个人来问一下，每个人来问一下我们真真姐一些那个真心话，有没有人想问的？一会儿没有人问我就很尴尬。不是粉丝问吗？还是我们自己问？可以，我们先自己问一个，然后粉丝再挑一个来问，好不好？然后我给大家一些时间，我们自己先问一个，然后粉丝可以打一些问题上来，好不好 ？OK。真心话大冒真心话，然后没有大冒险，没有大冒险，大冒险。宽宽，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我想看看你们想知道什么呀？就是你已经了解完了，对吗？那我都太了解了，妈太透彻了。那我们其他人问一下，那我们凯子哥有没有想了解的？凯子哥，这个真的好好逗啊！这个 Q 到我有点不知所措。凯是我取的名字。对，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就是你很凯子。凡哥，以后我不会再叫你凡哥了，我会叫你凯子哥。凯子哥，很凯子是什么意思？你解释的通俗一点。就是很有那种凯子的风范，就是要就那种。好，快点，我们 Q 流程了，快点，凯子哥，快点，没有问题。问完了吗？问完了吗？为什么叫这个？来第一天看见我就叫凯子哥。好，然后那个有没有人要问凯子哥了？没有人问，没有人要问那个黎真啦。不是粉丝的问题都留给墨汁和大凡吧？对，因为他们肯定有很多问题，对。有人问，我们问一下其他人的。等，有一个那个有个粉丝的问题，汤林是喜欢严总还是喜欢宽宽？嗯，啊，这很有质量。这一整个就是给我难住了。是汤林。对，一开始。看你是要炒管的真宽这个 CP， 还是要炒那个就是你和那个谁的 CP？ 请放心，谁的热度我都不会错过的。一开始那必然是一整个爱字反锁，就是所以才会就是强婚啊，所以才会就是这么爱他。然后呢，就是做出了很多一些就是非常不理智的举动，就包括陷害女主啊或者什么的。后面呢，当然是就是格局一整个也打开了。然后就是就开始接受现实，然后放下过往，然后就开始跟那个谁宽宽开始跟宽宽就是接纳和他的一个新的开始。好 OK 来，有没有人要问我们的凯子哥的？我看到一条评论是问那个庄家凯的女朋友是雇的吗？庄家凯的女朋友只是个词儿。来了，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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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给我一刀吧！太不容易了。正好我们真心话这个环节继续啊！等一下，正好最后到你啊，墨汁。好的，你们继续来。庄家凯的女朋友就是个代码，大家可以觉得这就是个代码就完了，对。然后就大家自行代入，对。期待第二季他的出现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了。现在给你大家可以自行代入自己，对，帮你敲代码。对，然后来元帅，到元帅了。元帅卡了吗？元帅，啊、怎么？这真心话不是吸完油，吸完油就出窍了。油是我的魂，好吧？然后问一下，我看看有没有人说留言问那个元帅的。
我觉得最多的就是问到底喜不喜欢。哦，元帅喜欢过美娜吗？那必然是心动过。心动过。那最后呢，如果是你本人的话，你会选择把你喜欢的女孩子让给你的兄弟吗？不会。所以方向不是他兄弟。他本人是不会的，但是戏里的元帅是会的。磕一个。没有。戏里面之所以就是还他那个轴的嘛，那个点。其实我觉得有个特别大的一个点，其实也不算是让给了方向，我觉得这个让字特别措辞不对，对，是，退出。我脑子我想说区别在哪？区别太大了，让你感觉美娜是个商品，就是我让给你了，我退出。然后你们自行选择，你们能在一起或者你们能互相喜欢的话都可以，那我就不管你们的事情，也别来沾边。我让就是那种来给你了，就这种感觉，我觉得不是太对。没事，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我退出，但是你们俩会唱欧恩调吗？我会唱欧恩调，但是我有高粱姨。我也会。你怎么就开始空空荡荡。好，扣扣谈谈，来，扣扣谈谈。我们问一下方想吧，问一下方想，底下问方想什么时候喜欢的美娜？第一次，我觉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心动，就是摔倒那里吧。然后后面慢慢逐渐喜欢，是从就一直都有一点情愫，但是一开始特别少，就慢慢从。一起吃饭，一起抢你的那个汉堡吃，你把那个铅笔画在我脸上，这种很小的事件发生之后，产生磨合之后，那个爱的那个浓度会越是慢慢慢慢的累积起来的。他没有特殊的一个点，啪，我爱上他了，不是，就是磨合，发现两个人非常的适配，所以就明白适配这个词儿，对，非常好，合适，对。来，有没有人问我？那这样吧，我问你一个，你本人的话，不是？对，这样，欣然，我问吧，好不好？如果是你本人的话，你会选择谁？而且我们不要角色啊，就本人，你会选择邱鼎杰还是选择王旭东？没错。我本人吗？李欣然吗？你本人，李欣然本人，怎么办啊，好难啊。独美好难啊。天哪，怎么办啊，一直回来了。算了，我退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们好坏，你们好坏。那我本人怎么讲，我本人我会选择。哎，不要讲理由，不要讲理由，只说出一个名字，是邱鼎杰还是王旭东 ？Yes， 我们不想听理由，就要一个名字。王旭东。哇！哇哦！磕到了！好了好了，来，我们问一下那个常哲宽。好，问。有没有人要问什么？天哪，我看没有问，不好意思了。对，他脸红了，害羞了。我们问一下常哲宽，你怎么会不好意思？不要 Q 下一个流程了，你 Q 不动的，我们就卡在这里了。来，我们问一下常哲宽，有没有人问题？李慕帆对什么名那个多心动啊？心动过吗？什么？问一下常哲宽，李义珍，汤林是林慕帆的理想型吗？汤林当然是 当然是啊，这还毋庸置疑啊，肯定是啊。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喜欢的是沈曼宁？因为沈曼宁对我来说是一个天使般的存在，但是没有想到我的生活中闯入了一个汤林。哇塞，你好坏呀你！哎，不对呀，你喜欢的应该是庄心妍。庄心妍是妹妹了。因为他跟你，因为我后面有一场戏，你青梅竹马的是庄心妍，不是沈曼宁。对，但是我第一次见到，对，
我青梅竹马的是庄心妍，但是后来我第一次见到的是沈曼宁，然后我见到的是，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沈曼宁的个人，然后我开始对他的是一见钟情，我以为他是庄心妍。不，那我就不乐意了。不对，这个就不对，不对，这个不对。你肯定是就是你青梅竹马，你喜欢的肯定是就是，是庄心妍，不会是沈曼宁。但是你误以为那个是庄心妍，所以你从根儿上喜欢的还是沈曼宁。不，但是青梅。但是青梅竹马小的时候谁懂爱情啊，但是长大后我第一眼见到的可是沈曼宁。第一眼见到的是沈曼宁，那你把珍珍姐放在哪里了？真的是珍珍姐是第二季的事情，我跟珍珍姐的第一季的结尾才算是正式开始重新认识，重新开始。坤坤大凡都急了，你让他急了。我已经退出了，我在这里就已经退出了。对，哎，对，你的那个麦好像有点那个。你麦有点那个什么了？气泡音。我吗？哇，那是本人的气泡音，不是麦的问题，谢谢。我邀请一下小秋啊，小秋退出了，我邀请一下小秋。对他怎么了？来，我们继续。来，我们该问一下我们小秋。我想问，不是，我想说，小秋是生气了吗？听到我喜欢沈曼宁不乐意了？啊？怪不得，怪不得去得了。对呀、啊，我刚刚去哭了。是哭了。我想问墨汁和大凡一个问题，也是刚刚粉丝里面特别多，就是他们刷的特别多的，只有你们两个互相的微信名字备注是什么？备注。我也想问。耶，王思东，耶。他又卡了，你看他又卡了。可要说实话哦。你们两个的是我给的备注一直都有点卡，你们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他还是有点卡。快，你们两个微信备注名字是什么？要讲实话哟。他卡，我先说吧。我的是那个，明天、哎、这怎么就开始笑了？不是，我们会检查的。明天不来，嘘，你知道他会就是墨汁汁现在来改汁汁汁，就是的好多汁那个，好多汁，嗯，是因为就是墨汁汁汁，这样就是名字很长，一眼就能看到在哪儿。那都置顶了，还用得着名字很长，真的是。那都置顶了，还检查什么呀？星标加置顶，来墨汁。那你呢，墨汁？你看他又卡了。听得到吗？我吗？啊，咱明天换个卡好不好？咱明天换个宽带。我现在备注的是大凡，但你们想要我备注什么？我现在来改。备注老公。备注老公吧，明天我们检查。不对，大家肯定希望我备注是严太太。那你也改了，明天我们检查。严先生，没有，其实我觉得严太太，现在不是很火的一个备注，就是咱们想要甜蜜，咱们不能整那些什么太官方的，是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叠词之后加宝贝。不是啊，我是觉得严太太和严先生这个很温暖，又很好听了。哇，官方同意了。行，那就听你的。现在听你的。好，严先生和严太太。明天检查哦。明天检查。来，然后有没有？哎，等会儿，那有个问题该问个人了啊。樊志新，如果要是这戏中有一场戏重新 NG， 你想回到哪一场戏？重问，就是剧里面的所有的冷戏里面，如果有一场 NG， 你想重回到哪一场戏？等一下，我手机没电了，我先充一下电，好吧？哎，还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啊，可以听到了。战术性充电。不，真的没电了，真的，他刚才跳10%了。我也10%够坚持这个问题的，够坤坤，那边好像麦有杂音，还有点电流。对。我的气泡音，闭嘴。六，就是笑的时候也可以有气泡音是吗 ？NG 的一场戏，绝技。NG 再重新拍的一场戏，吻戏。哎，我觉得有一场戏我还挺遗憾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你们还记得就是我们在海边的时候，然后那天。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着急，然后还要抢妆，然后还要抢天光，就是那个，我把曼宁抱上来，抱出来的那场，
海滩上。哦，那场戏我们那天拍的特别急，然后就是要抢天光啊，然后又要去抢镜头啊，然后每个人都是就弄得很落魄很狼狈。我觉得那场戏如果是时间够的话，然后还有天光的话，是可以 NG 的重新拍一遍的，大家都会拍得很好。好的，宽宽他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那你把这个问题问给啊，那个我也可以回答。最想 NG 的一场吻戏是办公室吧？哎，我就是很喜欢办公室的那个。我以为你说，我就是说每一场都想。办公室吧，我真的很喜欢办公室的那一场，就忘不记办公室那红酒杯，手机打光。哎，对，哎对。来，那我们的红酒杯。哎，青青姐，青青姐掉了。青青姐去哪里了？青青姐，然后你们问一下那个谁，问一下墨汁，你找青青姐。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墨汁。你问。你听得到吗 ？Are you ready？ 说。听得到。就是。没关系。就是，就是你跟大凡所有的吻戏当中，哪一场是真的吻到让你完全就是沉浸在沈曼宁的世界里了？每一场。长蛇宽。I'm here。我想想。算了算了，反正就回答问题吧。我就说那个，对呀、啊，也就是还是那一场海边的，因为可能时间太长了。那个前面戏又很长，然后它是有很多带入的那个情绪进去的嘛。那场戏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怎么拍出来这么长，然后拍的时候也很长，然后而且那天主要是基本上我们也没断嘛，啊。那天主要是就是要带那个王旭东还有李欣然他们两个的关系，然后再拍我们这边。别说了，因为收官那天我就把你俩那个花絮照发出来。你听我说，然后那天海边风特别大，然后就是喊咔没有听到，我们那边都完全听不到。你不用紧张的都破音了，喊咔没有听到。我本来跟大家说那天不是在带着我们的关系拍有一个镜头拍他俩在吻吗，然后我们俩都演完了，导演喊咔咔咔，然后他们俩还在忘我的在接吻。不是，我跟你说不要怪风，这个剧组只有我能听不到，其他人都不可以听不到。然后就是我回头去看你们所有人都已经啊，该补妆的补妆，该换灯的换灯，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还在接还在接，真的走进了沈曼宁跟言行成了，真的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好，开心开心，很开心大家能够真诚的回答这些问题，感谢感谢。那有请我们的官博，然后我们先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嘛，然后也很开心大家能陪伴我们这么长时间，好不好？然后又Q流程了，朋友们，然后放心的Q。对，有请我们的那个官博帮我们放下我们的战歌，好不好？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拿就是点一下我们的战歌，然后那个词我们一起唱一下战歌，大家都小点声，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录到，好不好？哎，这里有，哎，这里有词，好高级啊！战歌，对，大家一起唱一下，好不好？哎，真真姐没上线，真姐没连上，我刚邀请了。大凡你在这给我假唱，划水，稍微出点声，你们都没出声是吧？全部都在最口型。伤到爱去了又散，如有似无，我们也远离了。李欣然，你要唱成 rap 了。好惨！
下面有请李墨之和樊芷欣为大家带来战歌。说错了，现在是有请严先生和严太太带来。好，现在有请严星辰和严太太为我们带来《危险的他》。二重唱，我在这比心。真清晰，我看到那不是好看。你们俩根本配不上我们这样的气氛组，都听不到。最危险的他可是我的心不沦陷，他也知道吧。我真是真卡。我们最后一起大合唱吧。等一下，我我看到弹幕好多都说要听。严星辰叫严太太，你叫一声嘛，叫一声吧，这我们的结束就结束了，来好吧，在这个背景乐声喊一下严太太。我等等停，我觉得木之你先叫一声严先生，他回你一句严太太。哇，放大板叫了吗？我没听到。不是，你先叫一声严先生。他卡了。不，这个歌谁会点？再放一遍，就在这个 BGM 下面，他们两个喊。就在我们的战歌再放一遍。然后李墨之，你说你好，严先生，打个招呼。然后樊芷欣回应一下，你好，严太太，来打个招呼。好，然后我们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准备每个人说一句祝福语，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这个歌能不能再点一下？我们的关博老师，墨之，你听到了吗？他又卡了。我们是要集资跟你换个网吗？急死了，明天让那个大凡自己去换得了。好了，让大凡去办就好。我听得到，但是没事，你快你就讲吧。有点杂。不杂不杂，我们心里很听得清。来了来了来，一会儿战歌响起，你要跟你的严先生打招呼啊。来，哎，你能不能看着他说呀？严太太，该回家了。哇！哇！我汗都出来了，我真的，听得我脸都红了，太热了，好感动，好感动！哎呀，开心开心！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是这个战歌吧，然后跟大家说一些祝福，然后每个人再跟大家介绍，就最后我们说你好，我们系里的名字，然后跟大家打声招呼，然后我们结束了我们今天整场的直播，好不好？每个人再说一下对我们这个戏的期许，和大家一起去看对我而言危险的他的爱情。来，墨之开始吧。墨之有点卡，要不我先来吧。我这边有点卡。对对，我先来吧，我先来吧。像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可以是一家人说嘛。对，你就跟他，你先说吧。啊，那我带你说好吧。不，严先生代表我说。啊，那我代表你说，那个，我们呢，我们特别感谢，大家可以支持，沈曼宁和严星辰，然后这样，强强的组合，然后还有谢谢大家的喜欢。怎么说呢？如果有第二季，然后或者说，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们肯定会更好的去展现给大家我们最闪亮的一面。然后，而且哎，这个歌很打扰我去说话，你知道吗？特别有情绪，特别好。然后就是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喜欢吧，然后也谢谢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对我而言危险的他。然后也谢谢大家喜欢沈曼宁，喜欢严星辰。怎么还退出呢？说啊，没有，说完就走。就是、没有，对，对，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然后啊，谢谢大家喜欢严先生，喜欢严太太，好吧？耶、yeah! ！开心，来。好了，我就带他说了，好吧？嗯。
来，宽宽，该你了，宽宽。这你要怎么说？就是结束语是吧？结束语，结束语，因为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场合体直播，有可能，所以我们来。那就谢谢大家对我而言危险的他的支持，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我们未来，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对吧？然后现在狂飙已经大结局了，你们可以再次把对我而言危险的他重新刷起来，谢谢大家。耶、yeah! ！然后我在这里也说，感谢大家对我而言危险的他的支持，因为有了你们，然后我们大家才能聚集在这里，然后也是因为有了你们，我们才能有第二次的我们再次的合体直播。然后我也很感谢我们的所有的背后的工作人员，然后导演，然后感谢墨汁，感谢大凡，感谢宽宽，感谢一真，感谢阿东，感谢小秋，感谢庄家凯，感谢我们系里好多什么光一书啊，然后包括演我爸我妈的老师，所有的老师们都很感谢。然后也感谢国立城，就是我非常感谢，因为这个戏我来说感触特别深，要总觉得让我自己变得特别脆弱，尤其是我们杀青那天，我觉得我哭了都是真实的哭，就是因为很舍不得大家。然后我希望我们不会就此再见，而是我们你好再见，我们再一次相见。然后也很感谢饶美娜，然后希望我们再一次会跟所有的角色我们再一次相见。然后也感谢大家继续二刷我们的戏，让我们每个人都跟我们自己的角色再次相见，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爱你们。来，阿东，等说你讲吧，他替我讲完了。明白没有？就是感谢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还是谢谢你们能喜欢我们这个戏，因为这个戏说实话，我们也是所有人吧，所有包括工作人员也好，我们演员也好，都是下了心血，包括我们。反正我的意思是谢谢你们能够喜欢我们，能够给我们去发弹幕啊，能够给我们去评论啊，给我们今天晚上能来看我们的直播，给我们点赞，给我们评论。希望在未来你们还可以继续支持我们，谢谢。谢谢。来，小秋。就是我们所有的演员，然后导演，男女主，然后所有人，还有幕后工作人员，每一个工作人员，我们所有的努力，最后我们看到了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真的很报以真诚的感谢，然后期待我们再见。耶、谢谢小秋。来，之凡。非常感谢大家对于在我们剧整个剧的热度的贡献吧，然后我就言简意赅点，就是因为有你们的贡献，才会未来，你看导演刚刚说的，才会有未来的那个，对吧？期待我让我们每个人与自己的角色再相遇，感谢大家对庄家凯的容忍，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第二期再见。然后我们看底下有大家，让我们比个耶，我们集体比个耶吧。然后这个耶有多重含义，期待大家关了我们的直播去爱奇艺二刷我们的剧，还有一个也期待我们的所有人的第二季，还有一个要期待我们所有人的二搭，好不好？然后这个我们大家集体比个耶吧，然后跟大家截屏，然后我们最后跟大家集体比个耶。墨汁那卡的像是一幅照片。耶。然后谢谢大家，三二一，谢谢大家。然后真真姐的话我也带她说了，很感谢大家啊、然后也期待我们继续相见，然后大家一起去二刷我们，跟我们一起去弹幕互动，好不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爱你们，拜拜。谢谢，谢谢大家。然后大家的留言我们都会看的啊，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谢谢你们支持，拜拜，大家辛苦了。晚安，大凡他更唱。拜拜，辛苦了，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叫我来着。大凡拍共创，我给大家画的饼。好，明天我们集体给大家拍视频。明天我们给大家拍视频。Okay 啊、明天营业。明天营业，给大家拍视频。好了，拜拜大家。拜拜拜拜大家摁叉，我们就退出了啊！拜拜。拜拜拜。See you tomorrow。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还没退呢。哎，我看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退、啊？哎，你怎么没走？哎，你俩怎么也没走？哎，是你，是真的不走吗？有点舍不得了，有点舍不得，说实话。就是。怎么说，虽然我们明天就都见面了，但是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就可能后面如果
再有这种合体直播，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到这么齐，然后再去跟大家去聊聊天呀，然后去就感觉有点难吧。不难不难，我觉得不难。哎呀，反正就是哎呀，好了好吧，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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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明天见，拜拜，明天见，嗯，拜拜。